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。今年的台湾灯会伫个台南，其中高铁灯区2月24日这个礼拜六要来点灯。除了主灯区之外，即届台南市政府阁特别来打造一个绿能的灯区，真特别，做伙来看。今年台湾的灯会会伫咧台南展览，进前安平灯区先开播，啊，这礼拜关小姐伫咧规整的高铁灯区卖点灯，除了会当看到民众期待的主灯区，即摆嘛打造绿能的灯区。我们这次绿能灯区主打的是全部是使用绿电，也是全国第一个全部使用绿电的灯区。高铁灯区当中在台南区，其中的绿能灯区利用两种绿能技术上灯，规个摆设各参趣味造景，和民众来遮。散步行到，看到是心花开。我们利用那个大黄球，那上面有六十个，每个表情都不一样。高铁灯区会伫咧2月20日上场，真侪造型的灯车，拢总展览出要300件作品。市府嘛欢迎民众伫咧观赏在即间，同齐来到灯区欣赏光影的美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